走一下吧，得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来挖。看起来你都一直在走很危险的地方。真的耶，而且不知不觉我就走到天还荒地了，已经天黑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黑了吗？嗯，黑了，黑了。黑的。好吧，随便找个地方挖。哦，快挖到了吗？大概还有两组矿的距离。哇，你附近有三个深怪砖啊！哇，不愧是小雨深怪砖啊！不过有一个很远啊，是看得到的深怪砖啊，只是有点远啊。啊，我先做个盾牌，我觉得好痛苦，一直有苦。好好好。一直有肚鱼跑出来。对吼，我有肚鱼吼。哎，还是小雨，你就现在往你的右手边挖啊，你也可以。右手边。对，就这边。这里。熔炉下面那边有一个。这里。这边其实是离你最近的。好，我先挖。好，开始梯形往下，楼梯往下。哎，小雨，我们应该碰不了头了吧？碰不了啊，你们超远哎。那我直接跟你讲，我是一个背叛者。然后我在顺便跟你聊一聊，我的背叛者彭红伴叫做团团啊，反正我们也碰不了。可恶！我要不要去隔壁啊？不要好了，不要了，不要去骚扰他们。我们现在，反正也碰不了面嘛。超远呢、欸？超远啊！这里吗？对，继续。所以小雨，你待会要单人生存的。我不会啊，我还有一个天眼兵哎、欸。对啊。对哦。我会帮他拿神装。这，那就靠团团去杀啦！团团加油！团团加油！我在旁边挖石头。好，还好是蜘蛛神怪砖。哦，好。嗯。有听到声音哈？我天，丢了。好，你再挖一格之后，垂直往下挖。这里，对，这个肚鱼也太陡了吧？往下没关系，安全的、欸哦。你是怕肚鱼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啊，那你这样，我两格这样往下。好好好。应该没那么衰吧？刚就生一堆肚鱼。好，那你前面安全，你前面没怪，安全，只有一只枯弓，补起来就好了。补起来，哪里补起来？先把洞，对对，左边的洞堵起来，然后直接跟你讲箱子的位置。堵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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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堵起来。不然他们不会跑出来。我怕蜈蚣射你啊！好啦，哦、就是你现在面对那个墙，就有两个、嗯，你往下挖。这里往下挖。对，你先挖那个怪怪的石头，对。好好，左边啊、右边，右边就看得到了。哦，看到了。他、啊、只是怕蜈蚣射你，要小心，黑侠。金苹果。呵，啊，他隔壁还有一个，只是你要再过去。隔壁还有一个。对，过去一丢丢。啊，小心有蜈蚣哦，我是惊伊啊。有看到？没有，阿伯快掉。啊，你把子。啊，有啊，我快掉啊。哦。丢丢丢。哦，他羽毛也变得好可爱哦。啊，现在带您前往下一个地点。等你挖爬阶。没爽我想要钓鱼啊！到了，等喵哈走就可以开始台语讲话了。喵哈，其实你们现在讲也没错，反正我不是同队的了。谁是间谍啊？谁是背叛者、啊？谁、哦啊、是间谍 啊？哦，团团快做事哦！我这里什么都没有、哦。小雨隔壁有铁哦。哼你屁股后面有筋哦。哼啊你。都好了哈，喝啊喝啊，我拢解掉。那、啊、你要绿宝石吗？绿宝石是变。好，你走另外一边，这边没有值得你留恋的东西。嗯。啊有啦，等一下你再回来这里啦。嗯。对，这边才有你要的东西。哦。哎，为什么我肚鱼一挖它就消失了？一挖就消失了。马上躲起来啦。
会有这样的肚鱼啦。啊，是哦，所以它还会再出来吗？会。你挖那挖开那颗石头就没有哎、欸，它没出来，它就是躲到旁边的石头去寻找肚鱼游戏。哦，有岩浆。哎、欸，我也太衰了吧！我已经挖这么多石头，我到现在一颗铁都没看到、欸。哎、哦，你知道，我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现在挖的超小心了，因为只有肚鱼，我已经挖了两只。你看你好了，我刚也挖很多只。喵哈，嗯，你附近什么都没有，你被包得死死的。欸、跟你讲，你往前直直挖，你就挖到哈基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对他挖一个梯形下去。哦、哎。他挖一个楼梯下去。可是我什么都没有，我现在去找他也没事。是啦。嗯。我生气。好。我的。哦，还好他是掉下去哦，我已经第三只肚鱼耶，打不到。而且这个石头还是夹杂在泥土里的，我也太衰了吧！刚好挖开就跑出来。对啊，然后现在那只肚鱼在泥土上，它想钻也钻不回去。好，哎呦，给我一点铁啦，一颗就好了。来修。五个一壶，一壶。瓦力哦，怎么了？可以挖回吗？哦，到瓦力了。没事，我刚疑惑一下，为什么是挖开有东西？想一下，好像是我为了赌那个肚鱼自己买起来的。然后一打开就一双鞋。我想说，不是，我想說，怎么有路还有活宝？啊！我总算看到铁了，我好开心啊！太棒啦！真的，你的同伴受到了四点伤害啊！哦不，团团加油啊！不然我就想冲去前面砍哈基了。然后剩团团一个人，好像也蛮好玩。哎呦，听起来不错。哎、欸，这样子不错哎、欸。如果砍哈基，然后剩团团一个人，再剩云月一个人，再剩小雨一个人。那小雨，你前面是枯宫真怪钻太。哦，呵哦。不过前提是我要干得掉哈基。可以啊，他只有一个头盔，哦，他有盾了。我要烧一下我的盾，烧一下你的。我、哦、还有鞋子，哇！我这边好多铁，慢慢的铁，慢慢的铁。我看一下巧克力，我好看它。我还有三分钟，好久哦。你还要被传送了是吗？对耶，我还要注意在被传送的时间耶。感谢呼噜噜续订。哇，对呢，露米也可以看到那个神怪砖。神怪砖，好多动物的声音哦，为什么它不死哦？它其实这个地形就本身会产生肚鱼。嗯，我觉得我刚挖到有一些应该是那个高山的肚鱼，就本来就我真的听到超多肚鱼的声音。往里看，很多死掉哎、欸，就是感觉他们装回去石头里面。对啊，就是走过去的时候听到那个石石的声音。你身上有苹果吗？没有，我有一颗金苹果。哦，好，我看到肚鱼了，它躲在一个小洞里面在乱叫啦。叫什么？我被叫。好、哦，成套了。好快哦！我才好不容易才刚看到铁。小僵尸冲进去了，小僵尸，要巧克力啊！看到铁了，真开心。小僵尸进去，碎啦！咬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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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咬爆他！现在巧克力是举着盾不敢动了。这次他没有传送功能了。对。
感谢小鱼续订38个月，他倒水耶，好聪明啊！因为他这次之后不能传送，要想办法救。这是天亮吗？快了。我是二十分钟会被传走。对。好，那我不能烧铁。啊，小雨，你不继续往前吗？快到了、欸。要，我想去装个水。哦。楼下吗？楼上。你附近的水哦，有啊，你出去左转。左转。对，那边有一片湖。呵。然后右转、啊。对哦，这样我待会还要下去哦。右转。对。哦，小湖泊。小湖泊，我来帮你看一下你的团团哦。团团没事。他应该举盾在打怪吧？还是举盾在打团团？叽叽。我的洞在哪？哦，洞在这。隐秘的小东西。哇。喵。搞爆了。搞爆啦。我的拜拜。你说团团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好主动哦。因为你知道我是不该拉你啊。好，没关系呀、啊，没关系、哦。你知道我是一。我期待，期待，期待。好远。对，我怎么没有先拿？快到嘞、欸，哦。先做个贴稿。你附近的庄子都是在岩浆下面的呢。哇。呀。这样惨。这惨的呀。CC 啊，贴薄啊。做个稿子。应该装两桶水，算了，做个铁剑，好，做斧头，铁斧头，好火把，好，好，唔记，打字呀喽。苦工喂，再往下挖个三格吧。力爆石一颗，你不是还是要挖？那你要的话，上面还有一颗。没有啊，路过刚好看到。好，这边水平往前挖。这边是不是？往前挖。我圈还好，在安全区。哦，哭光声了。哇！有没有听到？好，停，左转。左转。哎、欸，别，你前面那个啊。对。对，左那继续，因为你隔壁这边墙就是那个了，哦、嘿。快点，快点。继续走。那么继续走，继续走。到箱子我跟你说。好。好，右转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这个、這個、你会背死。不，就前面那个、啊。对。好，你的右下角就是箱子了。右下角。对，那一个。小心被射哦。嗯，没关系。啊，他隔壁的隔壁就是了。隔壁的隔壁。哎、欸，又一个。哎、欸，读起来。我读了。右边还是左边？左边。左边。哎、欸，就这个。海洋的祝福。六一。四八四想要叫我掉呀。因为总受伤了。哎呦。窒息了，那突然扬起了，突然就，我靠妈耶！是被骨头还是被啥？啊，你怎么把水就这样丢掉了？
要烙印这样吗？他这样会往这边过来。没有啊，对吧？没有啊，那个水会往这边流过来。他的水流到更低处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因为那边就是有个缝啊，懂吗？哦，那里有个缝吗？对，他流到更低处去了。可恶啊！懂了，太难捞了吧，差点被窟窿是啊，没有啦，刚刚你踩的地方比较低，结果你又堵住了啦。哦，所以他会先流下去。哎呦，吓死了哦。啊你怎么冲出来啊？左右都有哦。